怎么样？还行吧。我要是有你这么闲，我练得比你还好。那就试试呗，我给你当死角，不要钱。不用了。我警告你啊，你最好低调一点，别动不动就脱衣服。我看见倒是还好，这要是被别人看见了，小心火上身。你干嘛？你别闹啊！你再闹我真的生气。哎，你这个疤还在？嗯，原本以为他要跟我长大了，幸好没有。你怎么不想办法给他去掉？我为什么要去掉？这不是你留给我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怪我了？我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疤还好，我给你看看我的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比你的明显多了？这个疤呀，弄得我是穿不了晚礼服，夏天穿不了吊带，更不要说比基尼了。行了，别在这儿比惨了，反正也没有什么用。把你没衣服穿上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跳成这样？是心悸？不会是心动？都三十好几的人了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这种小儿科，嗯。姓林的，你有没有羞耻心？一把年纪了，不害臊吗？一定是太久没碰过男人，太久没见到这么……一时失控，很正常。记住，他是陆正安，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。可他也是个男人啊。还是个这么暖、这么帅的单身男人，不行，再这么下去不行，必须要跟他划清界限。这世界很酷。